来吧来吧，哦，深夜党发财节目又开始了啊！观看这一箱里面有什么宝贝啊？这个老哥包的严实啊！哇哇哇，这使不得可以，哦，破费了，真是破费了，老哥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我这石头也多呀，来我们看一下这老哥的石头怎么样啊？这一眼望过去有点不堪入目啊，可能会失望而归啊！哇，痛心疾首啊，这个估计会有点难过啊，来。我们逐一欣赏，哇，木纳，木纳出奇迹，这个穿开的不错，绝绝子，不得了，我的乖乖，这个也是啊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会卡青蛙皮，大涨，我都不知道说啥了，红翡，冰红翡，哇，冰紫罗兰啊，乖乖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算了，直接联系他吧，我看老哥说什么。五哥还剩最后两箱石头，还是要变现。以后买排骨不买原石的，晚上不接电话，发视频就可以了。哇，晚上不接电话，那怎么搞？那晚上不接，我们打还是不打？哎，算了，不打了吧。加一下他微信。我操，用户不存在，你哥哥，你让我去哪里找？那不得打呀？那不打怎么搞？你说我打过去会不会被他屌？哎，你好，老哥，我是老五啊。我看你晚上写着不接电话，我都不敢打。那就所有的都给你切一刀了。啊，你好。好，那我让老板给你切一下。好的，拜拜。我那这一期大素材不说了，刚跟老哥致电过了啊，就切就对了。老板大生意又来了，啊，都切一刀啊，好辛苦啊。话不多说，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上。欧玛类见证奇迹的时刻又到了啊！看看这块色料究竟能不能爆色，看一下，哇塞，帝王绿哦，究竟能不能爆色？来，九点，哇，完了呀，凉啊！我们讲一下，这种虽然是色，但是你看它这种晶体啊，就根本做不了东西，就没啥用啊。然后来，我们就第二块来紫料子，来紫料看能不能发财，能不能切出帝王子？三二一，帝王子！啊，来继续下一款，来木纳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出奇迹。三二一，上钩！哇，肉还挺细啊，这块还勉强啊，应该这几块里面最好的，肉挺细。继续下一款木纳，木纳出奇迹，上钩！哦，哎，漂亮！来继续来，会卡来，三二一，上钩！哎，哇，哎，这个是水墨呀，水墨共生的，来。发财！哇塞，冰种油青，黑石头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哈，它绝对出油青，我告诉你。三二一，上钩！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凉凉，黑石头绝对就是油青了。看看我们这红翡能不能发财啊？三二一，红翡！好，那就基本下班了，基本都没什么价值哈，我们就给老哥报一下喜啊。哎呀，这个这一期脆友最惨啊，十惨，真的惨。那我们就又下班了啊，哎呀，改天再见了，下期再见了啊，拜拜。